蒲国伦从右路杀进去上篮得手，对，面对到的是王胜，继续打，哇，这一下给的漂亮，找到蒲国伦，对，不求掉，一手快攻的机会，给到前面蒲国伦，过去最有名的是陈曼博彦，就明显今天是哇蒲国伦又是一个溜飞。 刘国洲七投一中，对，而且几次的出手其实攻守两端都显得比较被动啊，区联防的沟通的时机就是出现一些状况。蒲国伦单打之后转身的上篮得，建行这边也改采一个人区联防。蒲国伦外线底角的出手投进，蒲国伦今天真的表现非常精彩，很明显现在一手大学落到半场之后，比较是进攻端比较没有办法限制建行这边是，蒲国伦。 外线弧顶的出手，今天他手感真的烫到不行啊！就 crossover 之后直接扒起来跳投，白耀城找到了篮下扑过来，再打进两。